新疆一对铁路职工夫妇喺相距唔够500米嘅地方做嘢，但因为忙，4个月先可以见到一面。位于新疆北部嘅阿拉山口系中欧班列向西出境嘅主要通道。风雪当中担任连结员嘅李伟军，将车装载嘅唔同货物进行解体，再将佢哋推到唔同嘅换装副线路进行卸车作业。另一边厢，佢嘅太太货运员杨亚楠正系忙碌咁样办理住通关业务。虽然两个人只系相隔大约500米，但因为工作紧张，佢哋已经超过4个月冇见面噶啦。呢一日，夫妇通过电话互相问候。那我们就好好工作吧，注意身体，干活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好的，老婆，我知道了。铁路系统嘅工种，如果轮到辛苦、劳累同埋危险，李伟军担任嘅连结员全部涉及，并且排喺第一位。你像这条古道大概有个800-900米长吧，我们一天下来要走将近30000步，将近10公里的路程。今年已经是我工作的第8个年头了，我也慢慢的已经习惯了和这个火车打交道。吊车呢也是我的工作，更多的也是我的责任。每1000几架中欧班列驶过，夫妇先至能够见一次面。佢哋话理解工作带嚟嘅不便，但认为付出系值得。他有他的职责，我有我的工作，我们都能相互理解。中欧班列的快速通关也有我们做出的一份贡献，所有的付出也是值得的。途经阿拉山口嘅中欧班列已经运行超过10年，通行班列数量超过17000列。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。